那我补充这个书面资料的第一页，目前各政党的动态这个部分哈。来，我先讲这个目前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的候选人已经表态哈，要参加 TPP。啊，什么是 TPP？ 内容都没有讲。啊，让我想起去年的318了。去年318，后来有一个这个服贸协议，大家反对理由是什么？因为他黑箱作业，所以大家反对。啊 ，TPP 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严格讲也是黑箱啊。结果，没有解释之前就已经宣布要参加，国民党已经宣布要参加了。就我的看法来讲，它也是一个黑箱嘛，它跟服贸是同等级的啦。啊，服贸都反对了，这另外一个黑箱，反正它也很有道理的，这没有什么立场的问题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哈，这第一个。第二个，民进党的部分哦，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也表态。就是他如果当选，他要在行政院成立这个参加 TPP 的办公室。那至于民进党对 TPP 的看法跟主张，一样没有交代，就先表态要参加。好，那第三组总统候选人，亲民党到目前为止哈，这个对这个议题是回避的。好，我必须诚实的讲，我多方刺探信，这个跟亲民党的高层跟亲民党的立委多方刺探，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回应，这个台联基本上对 TPP 的态度也是要参加了。啊，可是我私底下问过台联的人，啊，为什么参加 TPP？ 他说，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中国对抗啊，所以台联党参加 TPP 的理由是因为要反中。哦，他比较诚实啊，台联党至少我目前接触的感觉诚实，因为反中所以要参加 TPP。TPP 是美国主导的，好，所以因为反中所以参加 TPP。OK， 以上是。目前在立法院有席次的四个大党的态度，然后其他有能力推候选人，就是在不分区选票列名的其他十几个党哈、哦，目前大概除了数党明确表态这个反对 TPP 以外，啊、哦，抱歉修正哈、哦，绿色党也这个反对 TPP， 这是目前在不分区选票上列名的15个政党里面哈、哦，这两个党是比较明确表态的，那扣掉刚刚那四个。啊，就是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台联，啊，这四个是已经明确表，哎，抱歉，修正，亲民党没有哈、哦，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是支持的，然后反对的有两个党，那其他十个党目前对这个议题的态度是不明的。我们要不要发起在12月19号在台北办游行活动？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这个议题被看到，目的是让这个议题被带进之后的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赛里面。他应该要表态啦，然后再来，我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啊，我建议今天团体如果顺利组起来，我们应该先有这个秘书单位，应该先产生召集人，那其他的干部再委由这个召集人去，类似像组织内阁这样把它组起来，然后我建议如果各位同意要办这场游行活动的话。是不是这个记者会12月8号举行？我所在的这个大爱宪政联盟呢，经过讨论之后呢，就是在这边也可以公布，就是说大爱宪政联盟可以是公开的，继数党之后公开表达反对这个 TPP 的政党，这个第三势力哈。那我们主张对此对于 TPP 进行公投，这是我们的政党的主张。觉得台湾老百姓对于 TPP 这件事情的一个普通的普遍的心态呢，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哈。一个是我们长期被国际社会所隔绝，我们不能够参与国际组织，所以呢，台湾人对于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这件事情有强烈的渴望，而这个渴望在面对 TPP 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大家因为有这样的渴望，所以希望参加 TPP。 哎，过去我们唯一的好像就是 APEC 啊等等这样一些组织而已，我们不是联合国，我们不能参加，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了 WTO 啊，就是那 TPP 怎么可以这个不参加呢？好像有一种光荣感，哎，这个光荣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而这个光荣感是一种积极支持 TPP 的一个
么第二一个呢，是台湾毕竟是一个工商社会，工商社会台湾人的这个商人心态是支持了台湾两个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过去这几十年让台湾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右派执政的政党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我们对于工商业的各种机会都基本保持着欢迎的态度，只要能做生意就好，所以呢任何能够促进做生意的我们都欢迎。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尤其在太阳花之后呢，有相当的调整。那这个也是各位的我们公民团体、我们社运组织的长期的不遗余力的努力的结果。然后也让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变得更加注意除了机会之外，更加注意公平和正义。我认为2016年的这个选举，总统选举和这个立委选举，公平正义的话题一定会成为，至少它也许不能够超越发展，但我希望它能超越发展，但至少在这一次会达到历史的新高。那么出于这样的一种反中的心态，很多人呢会希望说觉得加入美日主导的这个围堵中国联盟是台湾的一个出路。这种心态呢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在这一次进行对公民斗争的过程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破除方法很简单，就是逐一反驳。逐一反驳也不难，因为说参与 TPP 是国际社会，是让我们有提升我们的任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吗？没有，它是这个 TPP， 我们只要告诉它是一个完全的商贸行为，而尤其是可以说是就是我们公民团体，尤其是比较左派的团体，很喜欢用美帝来叫美国哈，称呼美国。可台湾老百姓对美帝、对日帝的感觉还好像还是蛮亲切的。但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告诉他们这种帝国的霸权。所以呢，只要把 TPP 的内容介绍的稍微详细一点，你就会发现它并不能够给台湾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加入国际社会有任何帮助。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商业上的好处，其实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这些产业的好处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走出一个出口导向的，而进入一个更加这个均衡发展的一个商业吗？这个我想也是过去这些年的这个台湾已经慢慢大家在意识到的一种观感呢哈。那这个观感如果也跟大家来强调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工商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抓住任何机会的这样的心态，其实慢慢也是在调整之中。最值得讲的是反中这个话题，就是加入 TPP 是不是可以和日本联手围堵中国呢？答案是不可以，达不到这个效果。首先，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商贸市场，没有哪一个这个商贸的联盟可以敢自外于中国。我确信 TPP 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一个结一个一个一个一种发展。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中国也是在积极寻求这个追求加入 TPP。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美国呢也一定会将来把这个 TPP 中国纳入 TPP。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早一点进入和中国晚一点进入，并不能够改变一个就是我们并不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事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应该强调的一个就是加入 TPP 的对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冲击。老百姓对于生活冲击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说我昨天在我的脸书上来发表说我要来参加这个公民斗争的行动的时候，我就讲到一点，就是加入 TPP 在一个问题上就已经让我们处于劣势，就是食安问题。我想食安问题是可以我们在未来推动这个公民斗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理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已经加入 WTO 了，在加入 WTO 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自由贸易的最重要的租税减免以及最大的伤害。那 WTO 之后，接下来 TPP 是在 WTO 上面加码，这个加的码呢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关税，换取更大的伤害。那所有的事情都有利有弊，在加入 WTO 的时候，我们是获得的利益相对的大，付出的代价相对的小，但已经很凄惨了。
加入 TPP 的过程，我们得到的利益因为关税下降会非常的小，但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好，基本概念就第一个是这样。所以这整个问题关键第一很大，第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剥削，而且这个会加速剥削，这个加速剥削的过程会很严重。因为全世界过去的经济的不成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来自于我刚刚讲的剥削机制，使得我们过去全世界30年来90%的人所得没有增加。你的所得没增加，你的消费支出不会增加，你消费支出不增加，你的需求不增加，你需求不增加，你经济不成长，你经济不成长，但自动化继续在推行，所以你的需求的工人数目会下降。如果工人数目下降的速度超过少子化的速度，你就会造成失业，或者你就会造成非典型就业。而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全世界所有工资相对高的国家的工资都会被迫要压到最低。我们其实是因为对资方太好，所以他不用技术升级，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红色供应链取代台湾。如果我们继续用 TPP 继续去对资方更好，台湾的劳方绝对会加速沉沦。要求 TPP 公投是非常好的策略， TPP 公投很可能会使得 TPP 没办法进入，没办法加入。 TPP 公投是这样，我要跟各位再报告另外一件事， TPP 公投是对于谈判团队非常好的贺主跟 backup。 都在要一个国家的名号了，独立的名号，但是我们却在 TPP 里面让渡了国家实际上的主权，然后我们让一些弱势产业，而且他们可能可以吸纳台湾非常多的工作者的这一些产业，他们变成祭品了。所以咱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咱一边在追求这种有名位的、有名号的这样独立国家的同时，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嘛，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主权，因为我们的主权不能保护我们的百姓。TPP 公投，我会支持它，是因为希望说，包含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对社会福利的一个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并且。尤其站在云林县农业大县的一个立场，我希望可以坚定去在这个制度下，在未来可能接触到 TPP 这个影响下，能够保护云林农民生产最基本的条件。农企之后会办11乡镇在农会关于 TPP 生产者立场的一个守护云林的一个说明会。那这一场11场的说明会里面，最主要要讲的是关于加入 TPP 可能对农业的损害。那也希望说，所有的农民是有做好准备，并且了解国家政策的方向。那，因为现在主要的政党，他们就有主要的媒体、主流的媒体，通通都是支持 TPP 的，所以反对 TPP 这件事情，我们比较难冒出来。那我们之前有在大概在一个月前啊，树党这边就办了一个记者会，要求 TPP 要公投啊，在立法院。那媒体没有出来很多，但是有出来一点点。那之后上个礼拜因为立法委在登记嘛，那登记的时候我们的所有政见都有谈 TPP 要公投，那还有就是那个办记者会的时候拉的那个牌子都有 TPP 要公投，所以都有出来一些。但这个都比较是点一些小的零星的火花，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制造一个很大的声势起来，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去讨论的。那刚刚其实包括彭老师在此，还有之前的几位好朋友啊，大家都已经对 TPP 有一些分析啊，那大家当然也告诉我们很多 TPP 一定要反对的理由啊，但是我来这里我是赞成 TPP 的啊，我是赞成 TPP， 而且我赞成的 TPP 是在他刚好还没有加入之前这一段时间。公投没有过怎么办？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说，其实 TPP 它如果是一个人权的话，
那其实用公投来决定，那比如说好过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主流民意其实是比较倾向加入 TPP。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两年内，我们做了非常多社会教育，但是不确定嘛，因为公投结果不确定嘛。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结果因为公投题目永远都是 yes or no， 就是二选一。那如果选择 OK， 那加入的比较多，超过过半，那是不是政府就取得合法性？他就说那没关系，那是因为民意基础，那我们就顺利加入。那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制衡这个政府嘛？某种程度上哈，您讲的那个是最后面的这个评估的标准啊。就我过去的经验哦，那个不是我这个城市要处理的啦。我这个城市要处理是，千分之五会不会过？如果没有千分之五，没有办法提案的。再来是百分之五会不会过？这两个都过了。再来是公投审议委员会以上的程序描述是公投法没有修正之前的程序啦。所以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就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来评估这个运动的成败啊，如果公投没有过怎么办？拍谁哦？那个不是我这个城市要去处理的。蔡医兄，我觉得我们要明确我们这个公民斗争的一个目标啊，不是反 TPP， 是公投 TPP， 公投本身是目标，达成公投，如果公投这件事情能够发生了，这件事情本身的目标就已经很大。为什么呢？一个，如果我们台湾要想能够诉诸公投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一定有深入的社会讨论，而且在这个社会讨论的过程之中，我们要达成的是公投加上刚刚彭教授所讲的，就是社会这个公正的社会分配补偿这一块。其实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公投 TPP 公民斗争的这个传达成一个反对 TPP 的一个形象。我们不见得反对，我们反对的第一反对的是黑箱，第二反对的是你这个藐视民意，第三反对的是没有配套。今天在场所有出席的人，我们都同意就台湾加入 TPP 这个议题，我们同意成立一个这个组织，这组织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公投 TPP 公民斗争？是不是这样？很好啊，很好吧？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反对，请大家鼓掌一下好吗？好。